学生都会进来。开设完学生的账号之后，好，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学生要怎么去登录，那我们怎么去设定那个登录的画面。好，那它这边有几个方式哈，第一个，它会给你一个学习小组的代码，好，这个东西，这个学习小组的代码，那这个代码呢，它就是，如果你让它直接到这个连接，好，我们另外开一个浏览器哈。好，如果你把这个连接给学生，那通常我的习惯会自己加到一个网站连接哈，那他点出来之后会进到这个画面，直接进到这个画面。那学生只要把他的代码打进去，那代码就是这一串，这一串，那这一串打进去之后呢，他就会直接进入课程。好，那直接进入课程这边就会出现所有的学生让你选，好，让你选。好，那我们直接来看一下哈，另外一个方式，好，我把视窗拉一下做对照，各位看一下。啊，左边是老师的画面，右边是学生的画面哈。好，那刚刚我们第一种方式呢，是用给连结，然后直接让学生登录的方式。那这种方式，我个人的习惯。我会直接在我的网站上面，或者是学校的网站上面，我们会直接在旁边做连结。那所以我就会在连结的地方，我会新增一个连结，然后这边就，我们就把这个网站给的网址哈，学习小组的网址，把它放进来。然后新增一个连结，那这样学生就不用去记网址。好，以后呢，他需要到这个网站的时候，他直接在你的学习网站上面直接点就可以进来。好，这是一个方法哈。那不过我比较不建议这种方法，因为这样子你还是得让学生记这一个学习小组代码。好，这样有点麻烦，所以我会建议各位直接用这一个连结。好，直接用这个连结，所以你把这个连结给他，好，或者是直接做在你的学校的网站里面，好，直接改这一个哈。好，你把你连结做好，放在学校网站之后呢，那学生以后要进来呢，他是直接在学校的网址上面。直接点选这个按钮，1095甲点进来，他就会直接进到这个班级，直接进到这个班级。好，那当他直接进到班级之后呢，他怎么登录他的账号？好，因为他还没有申请任何的学生的账号，他没有注册电子邮件，那所以你就直接点他的名字，然后他就会问你说你的通关的图片是哪一个？好，那各位还记得我们刚刚在一开始设定这个课程的时候，会让你选择图片或文字嘛，或者电子邮件。好，那我们这一次用的是图片，那所以呢，它就会需要图片的登录方式哈。好，那图片它的账号、它的密码在哪里看？在这里。好，在登录资讯里面，这边有一个列印学生登录卡片，那你就把它点开。好，它很体贴，帮你做好。这样的一个登录卡片，所以他如果是，好，他的名字如果是邱小文，那他就要选这一个，这就是他的登录密码，啊，这就是他的账号，所以他会帮每一个小朋友产生一个登录的图片，好，那我会建议你这个东西印两份，好，直接把这个图整个拿去列印，哈，印两份出来，那一份呢就一个人剪下来，一个人就给他一份。所以他会知道他的位置在哪里，他也可以从这边进来，然后打入他的课程代码，他也可以从你刚刚设定好的这个连结直接点进去，然后选他的名字，然后直接选他的这个图案，好。那另外一份呢，就是老师自己资料夹留起来，因为学生太常忘记他的密码，
所以他忘记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打开这一页给他看，好，让他自己去恢复记忆。好，这个是列印登录卡片的部分。好，那邱小文是这个僵尸哈，好，那所以我们来看，他如果在他登录的时候，他就要选，他选邱小文之后，他这边就要选僵尸。好，僵尸，那选对了之后呢，按登录，好，按登录，好，他才能够进，直接进来他的账号做学习的动作。好，那所以这个是学生账号登录的一个方式，学生当账号登录的一个方式。好，那所以这样子就可以设定好学生怎么样去找登录的地方，怎么样进入他的课程。好，那如果学生忘了这个课程的连结，或者老师没有给课程的连结，他你也可以直接到 code.org， 到 code.org 之后呢，直接按登录，那你只要给他学习小组代码，好，他只要在右手边这边输入学习小组代码，然后直接 go 就可以进到课程，好，可以进到课程。那这个部分就不用，也不用特别去记网址，好，但是你要缺点就是也是要记学习小组代码。好，这边一样是可以做登录的哈。好，选好之后，这边按登录就好。好，这样一样可以进去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怎么样可以看到学生的进度哈。那假设你已经有开了一个课程，然后有给学生做过进度的话，那你从你的课程管理里面进来，你直接进到你的课程的班级点进来，那这边呢就会看到各个章节学生目前有哪边是有做的哈。那像以这个迷宫来讲，那我们如果想知道它的进度，你就点进去这个章节，就会看到每一个小朋友他的每一个进度。那这个完全绿色的圆圈圈就代表它是可以是完美破关的。那这种绿色、浅绿色，然后外框是深绿色，这个就是它有过关，但是并没有完美的过关哈。那所以你可以甚至可以点进去看它的做的程式积木，然后可以给它一些指导，那你就可以发现，好，它为什么没有过关？为什么没有过关，就可以再去检查一下，然后针对每一个学生给予个别的辅导。然后这个那只有白色底绿色圈，就这个就是还没有过关，还没有过关，所以你可以完整的看到每一个小朋友过关关卡的状况，关卡的状况。然后还有他这边也还有一个统计资料哈 ，sorry， 他每一个课程里面这里有一个统计资料，所以你可以在这边点下去就知道说，哎，学生已经完成几个阶段，然后总共用了几个程式码，好，所以基本上，当然如果是同一个关卡，比如说大家都过到26关，那这个只用125个积木，那这个一定比这个厉害，好，那。所以基本上这样可以看到学生学习的状况，那也可以顺便当做这个成绩的依据，成绩的依据。那这边可以再做细部的管理，学生管理的部分再去做修正改变等等。好，那个这个是观看学生上课就是他的进度的方式。另外如果你要调整学生的课程，比如说这个班级要调整学生课程，那我们就从课程这边点进来。点进来之后呢，这边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课程的进度内容。那你可以决定说我哪些是要可以给他看得到的。所以右边这些地方可以决定说，诶，我哪一关要隐藏或者要显示。那在学生的关卡里面就可以看得到，就可以看得到，所以这个地方是也可以做处理的。
然后如果好，那么当